清凉，会用佛性就是我们的灵性，因为佛和众生是一样的。那为什么佛有那么大的智慧，而我们还是那么愚痴？就因为佛修得有功，性德方显，修行的德行成就了，自己本性的智慧也就现前了。你若不加修行，不加雕琢，本性虽然是有，但是就现不出来。好像树还是树时，只可以说它是棵树。树可以做种种的用具材料，可是你要是不会用，就只能拿它来烧火。若会用，就能造成种种有用的家具。我们的圣灵也是一样，你若会用，他的智慧光明就现出来；若不会用，也就像一棵树在那儿，不认识的人只拿它来烧火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。真谛，这世间你若是明白了，一切一切都好像在作戏，在这作戏的里面，那就是人生的一个真谛，人生的一个真理。你若是在这个真理上明白了，那个真理你也就明白了。佛光，佛光普照，佛的智慧光明把众生的心照亮了，黑暗变成光明，熄灭八万四千杂气无病。佛光就譬如电力公司，我们所住的房子，将电线及电灯的开关等等都已装妥，接通了电力。但若不去按电灯的开关，灯始终不会亮的，屋内永远是黑暗的。我们众生的心就是开关，把心的开关打开，佛光就亮了。若心的开关不开，就是有佛光也照不到。长睡，家由人而成，人由妄想而成。若能将恶的妄想改为善的妄想，就是好人；若将善的妄想改为恶的妄想，就是坏人。这是好人与坏人的关键。学佛法的人，首先要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是基本的条件。如果人人能如此去实行，世界就会转好，睡气增多，累气减少。宇宙若充满长睡之正气，地球就不会爆炸了。无我，世界有成住坏空四相，人也有成住坏空四相。由生而来研究学问，这是成的时期；研究成功，实行抱负，这是住的时期。等到衰老的时候，这是坏的时期；由老而死，这是空的时期。成住坏空就是生老病死，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老的开始，在病的时候就是坏的开始。总之，人的身体是小天地，也有四相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便不会执着这个臭皮囊，不会爱他如宝。如果不执着身体，真正无我，那么天下太平，没有一切烦恼了。